My grandfather never said Japanese were cruel. He liked Japanese people. During World War I, he was brought to Japan as a German prisoner. They had a lot of free time in the camp. They made their own sausages, and they had a lot of concerts. These German prisoners were benefiting from an imperial command of 1882, which said Japanese soldiers should act towards others with respect. They were treated as guests at that time. I think he had a nice time. Some of the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elected to stay on flourished in most of the major cities. How could the Japanese behave with such kindness towards their prisoners in World War I? 其實我看完《卓德巴巴羅》之後，我發覺我想到真正的答案出來，就有一件事未講，留一陣子再講其實我要講天與地，關於娛樂，最近的電影的問題，還有我又想講一下戚其義和他的作品，這個都非常有趣，今天結果就不夠時間，另外我們編劇，我們做多一些電影製作，所以又會開一個大型的編劇訓練班，以前讀過其他人的編劇訓練班，還有我們有Focus Group，即係講呢一個劇本，就係即係急凍奇俠咧，而家就Wogan啦，最多人咧就贊成冰封俠呢樣嘅，去到九成嘅。咁咧就嗰啲如果係結果冰封俠出嚟咧，就會抽三個人出嚟，有千蚊獎金嘅。咁所以就如果唔係，我可以改咗五稿啦。咁其實咧，我係會中意，尤其是有啲比較後生啲嘅人，或者女人咧、女仔咧嚟到睇一睇啲、聽一聽，因為其實咧反而呢一個急凍奇俠或者冰封俠咧，最重要嗰樣嘢係個情嚟嘅，係。 OK，好，又係情，係個情係最重要嘅。即係呢一個那些年就嚟上畫啦。 今日上畫喺大陸應該收益到，咁呢個就好難，因為已經係 download 曬㗎啦，其實已經係。咁就那些年嘅現象就香港一個消費群嘅表現，就係嗰啲青少年嘅消費群嘅表現，就係呢班人咧就係即係反對婆媽劇嘅，即係反對 TVB 嘅。點樣可以針對到呢一座觀眾群啊？好，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禮拜一繼續，拜拜。 港人网，敢讲至好听。财经节目翻本兄弟，逢星期四晚上11:30，老仔大翻身。听完节目有啲我大角咀嘅靓煲王啦，正宗猪骨煲，新鲜手切肥牛同优质新鲜沙料，健康又好味，仲有波体，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hk 订位啦。本店已采用 MBS 系统。你有兴趣投身配音行业，香港人网举办的专业配音技巧训练课程就啱晒你了。专业的导师加上设备齐全的配音室实习，助你掌握对白、语气、节奏、情绪、声线的运用技巧，同埋电影、卡通片、广告、电视剧集等各类型配音工作的要诀。表现良好的学员仲有机会获派配音工作。想知更多有关详情，即刻登入香港人网讨论区啦。在这个世界发生的灵异事件多不胜数，但我们身处不同地方，又怎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到世界各地的灵异资讯呢？有见及此，香港人网潘少聪恐怖在线现正发动全球华人恐怖在线大募集。
只要你对鬼神之说有敏感触觉，又愿意第一时间提供你所身处的地方所发生任何的诡异个案，我们欢迎你成为全球华人恐怖在线地区代表。有兴趣的朋友请将你的姓名、身处地方电邮到 mnpan0202@yahoo.com.hk。 恐怖在线胜全球在线，我们需要你的爆料支持。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畅谈天下事，细说世态情。谭志强、万必、梁伟，谈天说地。好啦，开始今晚嘅谈天说地。今晚系现场直播，我哋两个礼拜冇见过谭博真人啊！唉，我都想嚟噶，大佬。不过问题就真系一到你即系一到学期尾又开会又呢样嗰又调课咁搞乱晒龙，反正系啊。咁而家唔理啦，我谂谂都系趁而家考完试，快啲叫调翻课先得。系。即係調咗貨嘅話就放穩定啲，可以穩定啲咯。不過下星期五好似你又唔喺香港喎。嚇！即係我同埋大堆人去曬台北，去曬台北喎。睇下係咪阿皇上就話仲要揾我朝頭早撐下佢，俾翻啲時間佢打電話。我打電話，咁我夜晚又打電話俾你。冇問題㗎，反正我電話你個個知嘅台北電話。不過唔理點好啦，我講一講喂。讲翻由香港讲起啦，我哋慢慢就讲去台湾啊，讲去世界嗰啲。喂，呢、這个政府，我觉得真系食粮政府，即系多恶菌喎、啊，真系。系啊，有啲人就话，因为咧，旧年经济咧，我哋打少人，而家咧一年之后啦，差唔多就即系开始咧见功效噶啦，睇下冧几多件啦，即系。今次其實我同你講成單嘢咧，點解佢一去到咧就查個水箱咧？其實呢單案係咁嘅，退伍軍人請呢個退伍軍人，就喺1976年咧，美國一啲退伍軍人協會就喺費城一棟大酒店就開年度大會，點樣開完咗成堆老人家？你啲退伍軍人都60-70歲噶嘛，即係好似宣公咁嘅年齡嘅，一翻嚟竟然死咗30幾40個人，哇！個個中曬招，而且真係菌，以前未見過。即係有啲人以為退伍軍人正係嗰啲病徵似退伍軍人。其实就唔系，因为当年嗰次呢只菌系喺一个退伍军人嘅聚会嗰度，系啦，冇错啦，出嚟就死咗嗰班退伍军人，仲系年度大会，即系全国有几千人嚟参加嗰只。嗯，咁结果后来点破案呢？查匀晒都唔知道病个原因喺边度，又唔系感冒，又唔系呢样，又唔系嗰样，而且培植咧培植唔出嚟。你知点解？原来即系退伍军人整得做鬼衰仔嘅。嗯。只是在 air condition 炉的水箱或者那些冷气机，那些又不热又不冷，即是温度只是只限于25度到30度才生存的。是啊是啊。那怎样找出来呢？那些呢就后来发觉原来呢街边都有人种、哦。是啦、啊。即是原来行我间大酒店楼下行个门口附近的呢都中招中同一只菌、哦。这个就會奇怪喎！如果你話個水嘅系統水箱有事，即係好似而家我哋政府高官係佢個私人廁所，即係出現問題。咁你政府總部外嗰班點解都會中招呢？咁樣就係因為原來個熱水嘅熱水機咧，本身嚟講咧就唔單止就係啲向裏邊嗰度提供啲水暖氣，仲有啲水暖佢散出嚟啲熱氣咧，就沿住個天台就去大廈外牆，就向下面沉降。结果你行过大厦嗰栋酒店啊，下面嘅行人路，如果你啱啱撞到咧向下沉降啲水暖气咧，就一样中招，一样中招。咁啊，结果就系从呢个观点就点咧？因为当时佢整一个模拟环境嘅班友，就模拟成栋大厦嗰、那个酒店大厦咧，啲气流点样走嚟走去嘅。结果发觉竟然喺顶楼呢个 air condition 嗰个大水箱嗰度咧，有部分气流原来真系走落下边个门口嗰度降落下边嘅。咁嗰度中招，咁于是发觉咧个病源可能就喺嗰个水暖气。嗱、啊，呢个唔系水冷系统，应该叫水暖系统。因为佢个温度系20-30度，佢话如果去到40度都仲系可以活跃到噶，系啊，即系个25度咯，最低温度，冷水个活动冇唔到噶，所以一开头咧培养养菌养极都养唔到，因为常温喺美国大17-20度嘅啫嘛，哦，冇25度咁热噶嘛，你知美国一般温度，而且美国你记住美国嘅
air condition 嗰度，我香港唔同嘅，佢咧佢冬天係比較長嘅，所以佢唔係水冷，佢哋係水暖。哦，水暖系統咧，因為啲温度會保持25度到30度左右啊嘛，就啱啱啱曬呢個群。咁結果係咁樣破案嘅，就係從水暖系南美，如果個美國位喺中國北方住嗰支，佢啲酒店咧係放暖氣出嚟嘅，而且個暖氣唔係淨係得個熱嘅，一定要煲埋水就溝埋熱，然後再噴出嚟先冇咁乾噶嘛。所以點解今次仲要總部大樓夏天冇事，冬天有事咧？即係夏天放冷氣咧。係。19度到21度，香港都不嬲咁啦。呢啲菌啊，根本死晒嘅。反而冬系会死晒，冬啊死晒。而家因为冬天，你要放啲温度要25度出翻嚟先，20度、22度噶嘛。咁你啱啱冬天咧，就喺啲水管或者其他，佢今次唔喺水箱，听讲喺水管嘅其他地方埋藏喺度。咁于是咧，而家又啱啱冬天又放暖气，咁暖气一去到25度就啱晒呢啲菌啦。就搞到而家政府总部啊、立法会啊，咁啊风声鹤唳啦。反而如果放冷气冇事，我同你讲，放冷气啲菌死晒都冷气，佢喺呢个跌过廿五度以后嘅瓜得嗰啲菌。一般嚟讲去到22度已经死晒，已经系。所以今次点解冬天出事，就因为你而家冬天啱啱政府总部放水暖气，就唔系放一般嘅冷气。嗱咁啊，而家政府总部就去大洗嗰啲水箱啊。水箱要洗之外咧，你最紧系水喉管。点解你要立法新政府大楼咧要禁闭水喉嘅几一段时间咧？佢就已经将系统唔单止推动，即系要加压啊！即系整成栋大厦嘅大厦嘅所有嘅喉管咧，都充满晒水，仲要加压。咁一加压咧，佢咪走匀晒啲窿窿罅罅咯。咁即系消毒咗，杀晒成个水管里边啲嘢。另外咧，一放出嚟嗰时，就连乜泥沙、古灵精怪都积埋啲淤积咧，就啡晒出嚟。一定要加压噶，所以咧一开头先要停水先。都唔敢饮啦，我哋而家洗手都用即系私人水啊，咁样。其实今次点解我喺水雾里面出现呢？因为水雾基本上比较暖噶嘛。你翻海水喉水而家得15-16度嘅啫嘛。咁其实海水喉水冇事噶，同你讲。因为15-16度已经瓜晒。但系你开啲乜热水器啊？仲有啲咩咩嗰啲咩吹风机啊？即系反正有水器20几度噴出嚟嗰啲咧，特別帶霧狀嘅，因為佢最中意喺水霧裏邊啲小水滴裏邊生存嘅呢只菌。係啊，所以有啲噴水池啊，咁又有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就可能會令到佢20几度啊。係啊係啊係啊，反而即係美國其實呢單案咧，美國本身都查咗好鬼耐嘅，差唔多1976年出事，查到1977年先破案，先知道原來有隻咁嘅菌。呢個菌係講難聽啲，喺古代係冇嘅。因为古代系冇所谓 air condition 炉呢样嘢啊嘛，哦，搞唔搞笑嘅真系。咁呢个菌系点样变种过嚟到而家查唔到嘅？系咯，咁啊，政府总部你话个源头第一因系点解会有咧，亦都难。咁而家只能够怀疑新起咁样吓。而家只能够怀疑呢个菌咧，就唔知同边啲嘅系统就进入咗政府总部嗰个水管，或者一啲 air condition 炉嗰啲水，嗰啲叫做。个输送系统里面，而且就埋藏嗰度好耐，但系一直又冇活化，一冻啊嘛，或者热过头啊嘛，系佢啱啱开时都仲未，仲未冻啊嘛，嗰阵时只系行冷水啫嘛，咁于是佢咪唔活化咯，就嗱，你知道细菌同埋病毒有个最大嘅特征就点咧？环境唔适合嗰阵时咧，外面个长嗰个细胞膜出嚟嘅，就包住自己就唔喐嘅，咁然后到环境啱嘅时候，佢就解开个细胞膜，就开始咧就不断繁殖，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咁一路哇，一路变出嚟嘅咁。但系因为曾经呢个退伍军人正杀过咁多人，所以咁紧张。你见孙公都会行会走啊，会应该系杀咗好多老年人啊，因为老年人对呢只病咧，基本上两个抵抗力好差嘅。呢只病要几鬼毒噶？一个专侵袭老年人嘅，啲呼吸系统啊，专杀你啲，尤其是你肺功能唔好嗰啲咯，或者有长期流行尿病啊，或者洗肾嗰啲咧，最容易中呢只嘢。即系。我唔理点，我老班黑仔都讲嚟讲去就啦，边度有嚟新大楼出事咧？个死亡率系高到可以系30%啊，咁系有30%噶，老人家中咗去到30%噶，差唔多。一老呢只病都系专恰老人家，专恰嗰啲呼吸有问题啊，长期洗肾啊，反正就系专恰亏佬讲难听啲，你同我冇事噶，我话你越亏就越惨。都唔系，而家香港咧。
我哋 office 咧，或者我哋个直播室都俾同事投诉话，细菌温床，十个有七个都你 touch wood 先啦，十个有七个都病啦。唔系病呢轮，我谂就唔系我哋。有天气啊，天气。天气变化太大，有热流嗱，你今朝冻到黐翻，七点几出门咯，到晏昼热到抽筋喎，真系。嗯。即系日头同夜晚争好大温差，而且仲有。嗱，仲有點解依輪香港好多人病咧？就一感冒菌咧，最容易喺地鐵啊、巴士啊呢啲密閉空間。咁、你冬天你又唔能夠唔翻工，你翻工有咩坐？你都個個去揸私家車咩？你唔好以為揸私家車我幸免於難啊！我同兩個識我都揸私家車，自用仲點樣用咧？就有啲細路仔幼稚園，你摸我摸你，跟住你打黑黐我含你口水，就幼稚園就傳俾個細路仔，細路仔傳俾阿媽，阿媽傳俾你。都用途咯，即系个传染途径太多，因为香港城市人口太密集啊嘛。系啊，反而我住啲郊区村屋咧，可能譬如我都唔觉得自己身体特别强壮咗，但系呢年龄咧就少病咗，有可能啲空气好啲。有空气好咯，系啊。你而家最大问题，你成日逼喺城市里边咧，你一来冇活动，二来就是、即你吸我口水，我吸你鼻涕，根本就你打字一支，嗰啲水珠可能喺度停留三四个小时，都未降落地下。总之呢个新政府总部都系要即系。消毒啊，睇下風水啊，各樣都要做齊。嗱，好似我坐真水族船咧，一定係戴呢個嘅，口罩。呢個就係台灣買翻嚟啲日式口罩，非常靚嘅，都幾貴嘅，仲係港幣都賣到三。有冇活性炭啊？嗰啲有啊，有㗎，三四十蚊個呢個，即係裏邊可以換啲活性炭嘅紙膠罩，即係先包層紙嘅。嗰啲有活性炭嘅，而家換就換到聖誕，呢個大概一兩個禮拜洗一次。活性炭就差唔多日日要換嘅。嗯，嗱，呢口罩正嚟啊，睇下几靓啊！去台湾买啲口罩翻嚟买啊！系啊，有口罩啦，好鬼贵嘅啲口罩真系，送啲口罩俾四廿蚊，啲咁垃圾嘢卖四廿蚊港币一个，差唔多。嗯，你好平啊，真系，四廿蚊喺块布仔啊，大佬。不过台湾人系惯戴口罩，你揸电单车啊嗰啲都会戴口罩。因为所以台湾、香港始终都沙士之后就开始个呢个文化开始多。都開始，但就唔係好。台灣我介紹大家去邊間咧？大家去西門町萬事達酒店隔離一間叫華美泰嘅。華美泰呢個百貨公司嘅二樓咧，就有個地方專賣頸專賣罩啦，頸巾啊、口罩啊、帽啊，即係喺冬天有用，我嚟披住保護你嗰啲全部有咯。而且款式多，任你揀，平又有，貴又有。最平可以去到港幣廿蚊個，即係八蚊台幣一個都有嘅。即有平有貴，你自己都買乜？咁你係咪而家去咗台灣講台灣咧？唔好咁快講澳門先啦，不如好好講澳門先，留翻下半場至講台灣，吊下你哋嗱，澳門咧啱啱先禮拜二咧，全國人大就批准咗澳門可以搞政改啦。咁咧批准咗之後咧，哇！全澳門一片叫好，阿安哥好啊，崔振安好啊，咁啊，大家都講啊，大家。但上兩個禮拜點啊？你估啊？時機未成熟啊！我哋澳門人係咪真係有咁嘅水平啊？澳門社會受唔受到咁大嘅衝擊啊？即係俾你搞啫，啟動啫，都冇話全面直選啦、啊，係嘛？仲有咧就話啟動咧，個批文講好清楚話啟動或不啟動喎、啊，不啟動都得過原來。係啊，即係。即系神有鬼有佢，即系未神大未批准之前咧，就个个讲到澳门好似人咧，澳门人澳门现状，澳门人睇得嘅，澳门人反正而家食屎得嘅冇问题嘅，食开屎食咗几百年噶，继续食落去都冇问题咁。一啊人大批准咗，哇！即系算啦，系啊，我到澳门而家咧水准唔一样啦，教育水平高咗啦，系咪？社会复杂咗啦，经济又好咗啦，大家参与政治热情高涨咗，我哋应该改嘅我哋。嗯，哇！唔关同一个人，唔关两个礼拜前同两个礼拜后，咁讲完单调 Q 转都得嘅啫。咁但系又要再调翻转，又改又得，唔改又得句。即系唔似我两个礼拜前已经话澳门起码要加多三位直选，系咪？你记得啊？记得记得，系嘛？我哋呢从一至终嘅就系、是、澳门要唔要变，一定要变，变啊点变法咧？往双普选方向变。而家咧有你冇你第一步咧就加三先，有你冇你直选。咁咧而家发觉仲有啲人提出要减埋三。点啊加三减三嗱，呢个理由咁嘅。呢招就吴国昌嗰班咧，我新澳门落成咁出嚟嘅。因为加三减三咧就啱啱先咧直选嘅，同埋加埋间选嘅，直选嘅议席咧就过半咯。有澳门廿九席噶嘛。系。咁加三十二加三系咪十五先？十五啊，啱啱等于廿九，一半多一席先。咁减三咪减边样就减委任咯。知唔知啊？
仲有澳門基本法寫法同澳門同埋香港唔同嘅。啊，澳門基本法就原始版本68、67、70条，後來變咗68条咁嘅。嗯，就話澳門嘅多數議員係由選舉產生嘅，多數就得。系啦，就冇香港寫冇終極普選嘅，冇嘅，45条又冇寫到終極普選嘅。嗯，咁另外就係、是、當然冇寫終極普選，並唔等於唔做得嘅，先講明。啊，你冇講，所以冇講係咪唔得啊？啊，你問下公投冇講係咪得啦？嗱，係咁嘅，法律嘅原則係咁嘅，冇講到咧可以得又可以唔得。係啊，不過最好你就問一問人大得定唔得。咁梗係啦，即係所以人大問下嘢得唔得？所以人原來基本法寫三部曲噶嘛，嗯，就係經過廣泛嘅諮詢，然後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啊嘛，嗯，跟住就行政長官批准人大，係啦，批准再提人大，其實人大就行政長官咧就要批准，嗯，就立法會就要備案，即前面個嚴格啲，後面個鬆啲咁嘅，嗯，咁呢個三部曲。嗯，咁但系唯一惊阿爷冇面，又惊俾佢打落嚟，引啲政治动荡，所以而家咧阿爷后来喺行政上面加多两部曲，嗯，就俾阿爷睇一睇，都唔同唔同意，同意咧先可以启动，睇仲开始咨询就咁噶嘛，嗯，即系五部曲就咁嚟嘅，知唔知啊？嗯，咁而家澳门咧就跟翻香港，人大啱啱个批复咧讲明啦，可以改可以唔改，如果改咧就五部曲，啊，就咁一樣玩法，啊，即係前面兩個行政，後面三個立法就咁嚟嘅。嗯，咁點樣玩法呢？咁就照廣泛諮詢咯，係嘛？咁澳門就冇45条嘅，又冇到一啲古靈精怪規矩，咩直選同間選一樣等等啊，冇嘅，完全冇嘅。嗯，所以澳門嘅好處點咧，就係因為佢乜都冇寫。嗯，所以佢一步到位得嘅，但问题一步到位有个极限，嗯，即系譬如现行29席里面咧，你最多只能够28席嘅选举产生嘅啫，点都要留翻个位音噶，因为讲明就系嗰条写佢就得多数议席由选举产生，不是全部，系啦，冇错啦，听过未啊？即系澳门实咗个基本法系留翻一个空位，就起码至少一席要系委任嘅，哦。即系唔能够将委任议席全部 cancel 晒嘅，嗯，所以吴国昌温有提出咩就系，现能7席委任议席，咁就挖3席过嚟，嗯，剩翻4席，嗯，然后咧呢4席再加埋嗰，那个间选嗰10席，咪14席咯，嗯，咁直选就变咗15席，系，即系起码就系直选产生嘅议员，即系真正代表民意嘅咧，起码俾到。唔係幾真正代表民意嘅，或者只係代表特首議員嗰委任咧，就多一席先，咁即係別體現呢個議會嘅民主化咯。當然最後咧都希望就間選啊，就殺曬，嗯，然後嗰，那個委任咧剩翻一席，啊，就咁嘅。嗯，咁而家梗係你要一步曲玩去，一幾步曲玩去咧，咁你問我，我梗係最激進㗎啦，梗係就要一步去曬，最好28席都直選，跟住一席委任算㗎。但間選嗰啲會肯過你㗎，好似我哋香港啲功能組別嚇，所以而家要慢慢逐步嚟咯。係咯，先將啲間選啲牙剝咗先咯。點咧？所以你問我，我讀少少，我成日上次都提咗個方案就咁嘅。第一步咧，有你冇你過半先直選要，嗯，15席到14席先，嗯，咁慢慢等大家適應少少啦。而家不斷就搣嗰啲間選同直選嘅，間選同委任，間選同委任嘅，知唔知啊？嗯，你間選委任咪搣搣下搣到過咗三分二啊？三分二即係20席。嗯，其實就好快噶嘛，佢抵29啫嘛。係啊，你15再加到20都好快嘅啫。三分二咪20席咯。係啊，咁咧佢到20席啦，嗰陣時咪先慢慢剝嗰啲間選咯。嗯，係咪？咁用乜嘢快过香港？所以我嘅基本法系可以快过香港啊，冇啦。啊，过捞嘢啦，真系。系啊，可以快过香港。到时真系做澳门人啦，真系又派钱又。嗱，同你讲，澳门现行基本法从法理观点嚟睇咧，佢虽然系冇写到循序渐进，又冇写到终极大到双普选，嗯，但只要澳门人行政长官都 OK， 大部分市民觉得冇问题嘅咧，其实可以喺立法会。就非全面普選，即係剩翻一席委任咧，係，嗯，快過香港嘅。不過老實講，就算即係多咗，譬如而家就算十五席係，即係澳門佢冇講到循序漸進啊嘛，所以佢大躍進啊。因為澳門冇好強嘅民主派嘛，冇6:4比例啊嘛，所以阿爺唔驚你啫。仲有行政長官選舉咧，我哋研究過法律，發覺咧，由於我冇寫，所以應該比香港更加。
冇宽松嘅，个门槛冇咁高，可能冇门槛问题，根本唔使呢个提名嗰、那个提名，反正你话要出嚟选，有人投你票得噶嚟噶。咁你点都要有噶，佢冇提名委员会，你好似台湾咁，你都要即系譬如几多要几多人联署咯，系啦系啦，署啫嘛，系啦系啦。咁一般人联署嘅底线好低，澳门你一个议员都系五六千票啫，你搵五六千人联署咪出嚟选咯。嗯。系咪先？一系就嗱，其实你而家谭博，你翻去算啦咁。跟翻澳门嘅现行规矩好简单嘅，第一件事就睇到上一届里面有冇派人出嚟选立法会。嗯，如果立法会选举里面曾经攞超过5%嘅选票，嗯、即系符合一个我哋叫做政党或者准政党条件嘅，嗯，咁你再提名人，唔需要揾人联署。因为上一次选举已经证明咗你人已经超过5%啦。嗯，嗱，所以佢门槛咧就同台湾一样嘅。台灣過去咧就係三個黨超過呢個門檻啊嘛，嗯、一個就係國民黨，一個就係民進黨，一個就是親民黨啊嘛，係咪先？嗯，咁佢哋可以唔使揾聯署得噶。哦，不過最衰又係2008年嗰次咧，就因為親民黨冇參加，哦，所以打回原形，又變翻普通人，又變咗普通人，於是咧就外面揾人聯署啦。咁見到民進黨見到你可以分薄，咪揾夠啲票喎，就俾票你咯。就個個幫陳楚瑜聯署，就聯署咗30几万人啊嘛。係，咁啊過咗年門檻啦，門檻就係30万到啫嘛。嗯，見到攞咗40万票，係，咁於是咪又出嚟選。所以我叫啲民建聯嗰啲泛民初選去投馮檢基可以。係啦，冇錯啦，各位記住，民建聯嗰啲，我而家向各位民建聯嘅聽眾呼籲，大家星期日街頭咧喺網路調查嗰陣時咧，記住一定要埋去投票，仲一定係指定投個基哥一票。即係我哋叫民建聯嗰啲啫嘛，先講明嘅，冇呃大家嘅。系啊，即系唔止民建联，你人民力量得，我觉得冇问题噶。唔系两三笔嘅，即系我哋唔会直接呼吁佢投冯检基。阿皇上就呼吁大家投冯检基嘅。我哋就应该咁讲，人民力量就唔反对大家，或者唔大力反对大家，应该大家自由演议员就点咧？你谂咗咩方法去玩佢咧？就谂咩方法玩，就咁简单啫。系啊，呢个真系好好玩啊！呢个，但系即系我而家呼吁就系民建联啊、自由党啊、工联会啊、街坊会啊。葉劉啊，反正甚至連公民黨都唔緊要嘅，個個就係投馮檢基嘅票，係咪啊？因為你睇嚟睇去基哥順眼啲喎，真係。唔知阿爺會唔會幫馮檢基吹票啊？係真係吹票嘅，因為你而家叫民主黨投馮檢基冇可能，因為民主黨錢都自己有，一直投翻阿仁哥啦，係咪？嗯。但係大家要玩嘢就咁咯，學台灣民進黨支持。係啊，但係如果真係民建聯想玩串呢個 party， 佢實得喎，因為。都是10000人投票，不会20000都过不到，我哋计个数，佢74个站，每个人投2分钟，你都是10000几人投啫嘛，即系一个钟头投到30个。嗱，呢个第一种玩法，第二种玩法咧就民建联呼吁大家唔好去投。哦、就搞到个投票率逼到咧，得3000人都冇，就于是就冇普遍性。唔系，其实呢个都系个方向，因为当然有自发嘅朋友就系做前绕队，就会咧去捉住佢问佢。一个人问佢15分钟，问佢20分钟，哎呀，都系唔投住翻去饮个茶翻嚟再谂，咁又排队后边个又系问佢，诶，搵几个靓女添，仲好搵得靓啲嘅，有啲即系你唔打佢唔落手啊。唔系，我约阿夏慧姨去投，帮我哋一齐、哦、去拍，即系你玩呢啲咁嘅选举咧，有两种啊。我哋以前喺台湾都系噶，即系碰到老委员咧，好唔公平嘅选举，咪一只玩佢，就搵其他人乱咁投，嗯、一只咧就叫人哋唔好投。系啊，反正搞到成个所谓初选啊或者选举好滑稽咁咧。咁大家睇呢个制度嘅荒谬性。佢而家都就算老实讲，你唔搞佢咧，佢自己都好荒谬啦。第一又好立乱。琴日出嚟示范嘅时候咧，两个人投咗10几分钟，因为嗰啲 WiFi 信号又出现咗问题啊。你今次真系 PK 啦，真系。如果人哋话咧，有啲 apps 咧可以干扰你个 WiFi 咧，抢你个 WiFi。如果大家开实手提电话攞嘢啊，即系攞 WiFi 啊，又抢你个 WiFi。攞 WiFi 系撑爆条线。我哋试过咁嘅，就喺维园集会7.1游行，结果发觉咧，大家冇办法用电话互相联络，因为大家打开电话咧，成个维园嘅所有蜂巢嗰、那个、那个 server 咧系爆晒嘅。咁我哋最后咧就后来有默契啦，全部用。短信联络，嗯，就悭啲，系啦，就讲明记业啲会员就喺天后站出口边度，就见到边个木嘴埋就叫攞臂章啊，攞头巾咁咯，嗯、即系最后我哋全部用短信联络嘅，系啊，你睇，我始终我哋做记者反应快好多嘅，即系玩啲嘢唔系唔玩，玩咧就要玩得有技术啲咯。咁、嗯、你讲，如果真系玩呢班咁嘅街头做网路调查，好简单啊嘛，个个带手机，其实打一个。即係自己屋企嘅號碼，肯定冇人接嘅，咁啊壓住條線咯。
是不是你个个压住线，个个打 WiFi 嘅，咁啊霸晒 WiFi 条线都根本做唔到咯。嗯，得噶呢样嘢完全得噶，因为试过维园都试过上唔到网噶都。嗯，即系你唔好以为而家唔系嗰度又唔搞佢啊，佢自己啊彩排好晒。到时都攞唔到嘅其实我觉得如果人民力量你班友仔真系玩佢咧，就个个带个 WiFi， 一见啲人到调查就围住佢，个个带个 WiFi 上条线。系，因为过去系曾经发生同样嘅情况，就系真系维园个个打唔到电话嘅。嗯，无论系2003年又咁，2004年又咁嘅，都咁嘅。所以后来我哋全部短信或用其他方式联络咯。嗯，不过你点话啊？九分咁鬼快喂，未一阵就我哋都未讲完民主派嗰啲乜所謂初選，我一陣間我繼續講埋。係啊，講講講，再繼續講少香港同澳門。跟住就過台灣，跟住過台灣講台灣。Are you ready, kids? Aye, aye, Captain. I can hear you. Aye, aye, Captain. 我哋今個禮拜個題目咧，其實咧就係叫忘年戀。嗯。咁有人一翻嚟咧就問忘年戀。是咩？唔系两个好老，或者两个好后生一齐嗰啲叫忘年恋咩？我哋呆咗，忘年恋啊 ，Joey。不如你不如你讲一讲你当时系点谂嘅先？你前嗰几廿年系咪坐监出嚟啊？但系你对呢个人世系冇任何认知嘅。逢星期一晚九点，后起之秀，香港人网，笑声最好听。我哋唔系政治人，我哋唔信靠人嘅能力，我哋对公义嘅执着同埋实践系出于对上主嘅转向。礼拜四晚八至九，天外有天。中国富强金融集团股份编号290，专注服务中小型资本市场，提供证券买卖、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及品牌推广，助你把握先机。畅谈天下事，细说世态情。谭志强、万必、梁伟，谈天说地。好，继续谈天说地。嗱，再讲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同埋立法会选举改革啦。咁头先都讲过，立法会改革咧就一定要加多啲直选议席噶啦。呢个已经大家共识噶啦，而且唔单止我共识，仲系四太嘅共识，仲系陈明金嘅共识，仲系周辉同佢老婆陈美仪嘅共识。即系澳门左右中都要开大位噶啦，因为点解咧？太多人而家。即係上參政，你位得12個，真係增多足少冇理由，咁梗係開多啲啦，真係。咁到特首行政長官啦，咁因為我哋又冇45條喎，冇45條咧有好有壞，唔好咧就佢話賴死就話唔需要雙普選。嗯、但係如果你決定個方向普選咧，你就唔使循序漸進啦，一步到位可以。仲、有你決定咗雙普選嘅話咧，嗰、個特首選舉就冇香港咩提名委員會，冇提名委員會，乜都唔使嗱，冇門檻，冇門檻嘅，而且仲有咧個門檻咧一定係。走正常嗰個政黨制度嘅，走最德國綠黨。